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23面，倒数第六行，从薄者这看起，薄者本段末后一个薄字，应身着也，此成为画龙点睛之笔。这一段经文最后两句，为众开法藏，广施功德宝。念老教导我们，这个宝字要特别重视。下面他说了，该开法藏所开显者，皆此宝也。开法藏，开这个宝，所显示的也就是这个宝。又此宝字具三义。这是这一个字它含的意思。第一个是美称，赞叹的意思，如尊佛而名为宝王如来。宝王是对如来的赞叹，赞美。赞美念佛三昧，曰宝王三昧。这个宝全都是赞叹的意思。尊佛菩萨之应期为宝应，应期是佛菩萨给我们印证的，给我们证明的，我们没有想错，没有看错，没讲错，没有做错，佛菩萨给我们印证，这叫宝应。那么这是都是第一个意思，赞美的意思。第二个意思，宝乃梵语摩尼之意名。梵语摩尼翻成中国意思就翻成宝。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有摩尼宝、摩尼宝珠，看到这些字。这个梵译是繁华合一，摩尼是梵语，宝是中国字，意思相同，所以把摩尼宝也放在后面，称摩尼宝。人王经梁鼻疏曰：梵曰摩尼，此梵为宝。会意梵云，如意宝珠，随意所求，皆被足故。如果你得如意宝珠，一切所求都能满你的愿。那么世间有没有如意宝珠呢？未必真有。佛法里面呢所称的如意宝珠都是形容妙法的。你要得到妙法，
就像得到啊摩尼宝珠一样。啊，尤其是大乘法。啊，真正得到确实啊。一个人修学得三昧了，开悟了，摩尼宝珠就得到了。啊，开悟是什么？开发自性本有的如来智慧德相。如来是自性啊，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是真的啊，这个不是假的，而且是无尽的啊，成语里面所说的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这是真的宝啊！啊，用摩尼宝珠来形容它，啊，来比喻它。这个宝，只有诸佛如来知道啊。所以他们能将一生的经历、一生的时间认真学习啊，依照古圣先贤的道路，一切菩萨成佛的道路叫戒定慧，啊，一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呀，摩尼宝藏啊就出现了。啊，这个是佛门修学的真正的目标啊！啊，开智慧也有上中下三品，上品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成佛了，这上品。中品是菩萨，也可以说大彻大悟啊，明心见性的啊，习气还没断掉啊，再其次的得定也开悟。真阿罗汉果，超越六道轮回，没有超越四圣法界啊！这是佛法修学，在果德上来讲呢，上中下三等啊，都能称之为摩尼宝。底下引用的《涅盘经》九是九第九卷，
啊，曰：“摩尼珠，投于浊水，水即为清。”啊，《弥陀疏钞》里的这莲池大师讲的：“明珠投于浊水，浊水不得不清。佛号投于乱心，乱心不得不服，不服。”这是用摩尼宝珠啊，比喻佛号啊。凡夫的心是乱的，是有染污的，啊，混浊。那念佛呢？那就像清水珠一样，把你染污杂乱的心恢复清净了。真心本来是清净的，本来是平等的，本来是觉而不迷的。啊，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世尊一语道破，这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。啊，说妄想，说执着，当中还有个分别省略掉了。妄想分别执着而不能证得，其实真心怎么会有染污？哪有这种道理？真心里面怎么可能有夹杂？有夹杂，有染污，不可以叫真的。真心永远是真的，纵然堕落在阿鼻地狱，他也没有受染污。啊，那佛说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要会听，要懂得。啊，愿解如来真实义啊，要懂得他所说话的意思啊。要知道，妄想分别执着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啊，这什么东西呢？大乘教里面讲的是阿赖耶。阿赖耶又名染污意。妄心呢，不是真心啊。可是我们迷了，就迷在妄心里头。那真心呢，真心忘掉了。时间久了，啊，反而陌生了。啊，佛说真心呢，我们听得很讶异。什么叫真心？真心在哪里？妄心有生有灭，真心不生不灭，不一样。啊，那么我们把妄心放下，
恢复本来面目，用真心，不用妄心，你就成佛成菩萨了。这个菩萨不是普通菩萨，阿惟越智菩萨。阿惟越智菩萨就是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化身大士，不是设法界的菩萨了。是如来十报图里面的菩萨，这问题解决了，你真的证得如意宝珠了，你真得到了，你得到大自在。啊，你得到的是真解脱，大自在。这个境界里面没有妄心，没有妄心就告诉你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。它起作用，万德万能，无量智慧，无量相好。啊，用这种德能相好，教化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啊！苦难众生就是迷而不觉，觉太难。啊，不肯放下分别执着的，那就是不觉啊。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早年张家大师跟我讲过，不止一遍。佛门知难行易，知就是觉悟啊。佛法里真正觉悟难，行容易。真觉悟了，凡夫成佛一念之间，你看多容易。啊，一念觉而不迷，就成佛了。啊，一念觉，念念觉，圆成佛道了。为什么要执着？为什么要坚固执着我而不肯放下？佛法里头没有我啊，连鬼神都知道啊！啊，而众生把这个神坚固执着是我，死都不肯放松。要多可怜！如果真有，你执着那就对了，没错，它不是真的，它是假的。啊，净宗妙，妙极了！
他叫我们坚固执着阿弥陀佛，而肯定阿弥陀佛就是我，我就是阿弥陀佛，这个执着不得了啊，这个执着可以到极乐世界，到了极乐世界见了阿弥陀佛，你就豁然大悟。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一扫而空啊，如宗门里面所说的，跟阿弥陀佛一鼻孔出气，所以我们如何对治我们的散乱心，对治我们的染污心？念佛要知道，今天整个地球社会混乱，乱心所感，整个地球的灾难频繁，染心所感。自私自利是染污，贪嗔痴慢疑是染污，地球灾变染污所感了。社会的混乱，我们的妄想杂念太多了。真的，古人常讲的“神不守舍”，他没有舍了，他怎么守啊？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样子？把教育丢掉了。所以古人教导我们，人是教得好的，好人是教出来的，善人是教出来的，圣贤也是教出来的，佛菩萨还是教出来的。那我们就想想，现在的人受的是什么教育？你就明白了。现在人所受的教育，小孩从出生就躺在电视旁边了，睁开眼睛他就看到了，他就在学啊。阿赖耶识里头他就落印象啊。长大之后上学了，小学一年级他就用电脑了，他就看电脑上的资讯。那电脑教的什么？电视教的什么？与伦理道德、圣贤教育、
完全相悖。啊，这样的教育，把他教出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就是今天社会，今天的地球，啊，造成了制造社会混乱，引发地球灾变的这一类的人，你追根究底，是教育教成的啊。那怎么样教，后头结果它就出现了。啊，你教的是圣贤教育，与性德相应的，这个世界平安和睦。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，太平盛世啊！地球上任何灾难没有，风调雨顺啊！大好河山。那是善心、善行所感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从家庭，啊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啊，现在怎么还得加上宗教教育，都是负面。没有正面的，他能没有灾难吗？这灾难可以幸免吗？啊，灾难知道什么时候有，啊，全世界的人都来祈祷，灾难化解了。灾难的化解引起大家的疑问，认为什么呢？这个祈祷是迷信，根本就没有灾难。啊，这一个否定又回归到我行我素，可能还变本加厉，造更重的恶业，啊，那后果呢，就有更重的灾难。所以祈祷化解灾难，我们不是不赞成，知道它有效，但是它有副作用。副作用很可怕，好像治病一样，表面上治好了，病根没有拔除啊！啊，再拖几年呢，更严重啊，到最后是无药可治啊！这个道理大家很容易懂啊！啊，所以治病要把根病根拔掉，祈祷不能拔根啊！啊，拔根是什么呢？拔根就是要用圣贤教育了，与性德相应的教育。
那是至本，是八根。佛法里面讲的简单，这个宝珠就是这一句佛号，人能相信吗？这一句佛号人人都会念，几个人念灵了？哎呀，千万人当中只有一个，信心生不起来。谁念，谁真的解决问题了，大家才会相信。啊，现在的人念没有感应，这就是华念老在此地苦口婆心的给我们点出这个宝的意思。啊，这个宝字应身着眼，成为化龙电金之笔，提醒我们，我们能认识吗？给诸位说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参透了，你才认识这个宝字。《无量寿经》没有参透，这个字你认得，你会念，你也会讲，它的真实意，你永远不会明白。什么人会明白呢？至诚恭敬的人，他明白。啊，至诚恭敬的心呐，念一句佛号，跟阿弥陀佛他就相应了。古大德说的，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念念相应，念念佛。那是真诚恭敬。那我们今天念佛，纵然一天念十万声，不相应。为什么呢？心啊，不真、不诚、不敬。这句佛号里头有许许多多的问号夹杂在里头，那就是疑啊，有很多妄想杂念在里头，那就是不诚不敬。所以不起感应的，人家念一天可以把阿弥陀佛念来，我们念几十年，阿弥陀佛影子都没有，越念越怀疑，到最后啊，这可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要了，舍弃了。继续搞轮回啊。对大乘法宝起严重的怀疑，把它抛弃不要了，这是什么罪啊？阿鼻地狱。你自己造的，不能怪别人。
啊，真灵啊，你没有真诚恭敬心，是佛教人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念佛是开慧人念的。你在念佛之前没有戒的基础，没有定的基础，所以你念起来不灵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戒定的修学不是目的，是手段。这手段目的在哪里呢？手段目的是把自己真诚恭敬心给恢复，把它找出来，然后学法门，那就快了，而且效果卓著。啊，这是是以宝珠遇佛好也。啊，我们看下面第三段，三者知都论四十七曰：于诸法中，法宝是实宝，今世后世乃至涅槃，能为利益。大智度论里头这句话说得好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中，这个法宝是指佛法，是指大乘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中，大乘佛法的法宝是真实的。为什么说的真实的？今世你得利，来生后世你还得利，乃至于你修行将来证得大般涅槃，你还得到他的利，这叫真实啊！你得到的好处是永恒的，啊，世间的金银财宝能利益你今世，不能利益来世，啊，你这个身体死了之后一样都带不去。啊，带不去的就应该放下了，何必苦追求呢？佛菩萨在经教里头常常告诉我们，啊，聪明人要追求能带得去的，带不去的应该放下，全放下。这就对了。功德能带得去，
福德也能带得去。福德，来生后世，无论在哪一道，你都可以享受福德。功德能帮助你超越六道轮回，超越十法界。功德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。念佛人不能忘记大势至菩萨的开示，度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这是宝中之宝啊。注解里头下面所说的所说之法是真实法宝，此法至妙无上，故誉之为宝。此法能满众愿，故誉为如意之宝。若切知此宝，这是持名之法。这一句话将法宝清楚明显的指出，就是念佛。那我们要记住，现在这个地球灾难频繁，这几天我们所看到的沿海地区的风灾、水灾、地震、海啸，再加上病毒，叫瘟疫，如果我们遇到了怎么办？第一个，心要定，不危不怖，心是定的，信心要升起来。这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，能帮助我们化解灾难。如果我们的寿命到了，那就移民到极乐世界去了。好啊，到极乐世界做佛了，如果我们寿命没到，没到就不该死。劫难当中还能保持住这个身体，还是要念佛，跟那些不知道佛法的众生做一个好样子。劝他念佛了。如果还有时间，应当把这个法门
详细讲解介绍给大家，这就是灾难当中你还留下来的使命跟任务。啊，我们跟这个世界众生还有缘分。啊，还有一切众生因此而得度。啊，那我们在大灾难当中啊，平安留住啊。留在这个世间，不是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。这个世间享受跟极乐世界比，差太远了。啊，到极乐世界也不是贪图极乐世界的享受。而是到那个地方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。啊，听说是极乐世界好，贪图那个地方的享受，这种心不能往生。啊，贪嗔痴慢疑。必须要断掉。前面我们读过，上善之人才能往生。佛法里常讲的，上品是善，这上善之人。我们今天连下品是善都还有问题，距离上品十善有相当一段距离啊。我们应当要把它拉近，而就在此时此地。啊，所以要勇猛精进，啊，怎么个拉法？这些年来，我们天天的劝勉大家学习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十三页，啊。沙弥律仪，认真学习这四门功课，距离就拉近了。啊，你能在短时间争取到上品十善的众生。取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，上善之人，他念佛，他能不跟佛起感应吗？肯定的。啊，有这四个根，再有这个无量寿经就行了。一门深入，常时熏修，你会念到四义心不乱，念到理义心不乱。四义心不乱，大悟啊！理义心不乱，大彻大悟啊！
啊，为什么不走这条路呢？至妙无上。这都是赞叹，持名念佛了。至妙无上，此法能满众愿。这个愿，就是指的阿弥陀佛48愿。用什么方法？啊，满我们自己的愿。弥陀发48愿，我也发48愿。他48愿，5界圆满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，能在短时间呢，也能够满足48愿？念佛。念佛得佛力加持啊，你才能满啊。所以把念佛法门比喻作如意之宝。我们再看下面，盖念佛之心印，坚固不坏，犹如金刚固成宝也。念佛之心印，这印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的印证。阿弥陀佛教我们念佛，我们真干，所以一念相应，一念佛，那相应就是心应了。我心跟阿弥陀佛一个心。这个心坚固不坏，为什么？它是自信。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，啊，自信不生不灭。这一句名号也是不生不灭，犹如金刚固成宝也，如观佛三昧经、观佛密行品云。这里头是个小故事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譬如啊，譬如贫人以豪贵衣食啊，有个贫人依靠着豪门贵族过日子啊。时有王子出游，置大宝瓶，瓶内呢藏王宝印，啊，
王的宝印藏在这个宝瓶里面。瓶者，大来请赴。啊，这瓶者知道，这瓶子里头有宝。啊，他来请赴，拿宝瓶逃走。这是偷盗的行为，宝瓶啊，偷盗到手了，逃走了。王子觉之，使六大兵胜，啊，骑就是骑兵，六个骑兵，六黑象追之。啊，持瓶人走入空野泽中，毒蛇自四面来，欲啮持瓶者，惶惧而东西驰走。啊，见空泽中有一大树，蓊郁。这大树非常茂盛，他头戴宝瓶，攀树而上，就爬到树上去了。这个时候，这六个骑兵也到了，疾驰至树下。这瓶人见而吞王宝，一手覆命。六黑象呢，以鼻嚼树导致，啊，象的力气很大，把这棵树推倒了，瓶人落地，身体败坏，唯金印在宝瓶放光，啊，毒蛇见光四散，啊，当然追来的这些。这些骑兵呢，把这个宝瓶、宝物啊，就带回去了。佛告阿难：诸欲念佛者，心印不坏，亦复如是。啊，用宝瓶、宝印来比喻。念佛，这意思很明显。如果我们遇到这些灾难，这头一个你得相信，你不信就没法子了。任何灾难现前，把万缘放下，啊，提起这一句。真管用啊！无比的殊胜啊！如果你情执还不能放下，对这个世间还有所留念，佛很慈悲，这无量寿经讲的，你一心念观世音菩萨，观音慈悲也会来救你。让你能度脱这个灾难。
这两种方法都可以用。啊，念观音菩萨还求自己有身体留在世间，念阿弥陀佛没有这个念头，就是一心求生净土。啊，你要平安无事度过，那就是佛要把你留在这个世间，你有任务。这个世间众生跟你有缘，啊，你留在这个世间带众生苦，啊，帮助苦难众生。啊，这是阿弥陀佛暂时不接引你到极乐世界。自己要清楚，要明白了。那么这一段经文的卦符里头有个注解，以上经文在宗尽录九十五卷中有注释，自不录也。啊，你要详细了解这个意思，看宗尽录，你就看到了。但今应深言者，在其末后所云，佛告阿难。住于念佛者，心应不坏，一佛入世。啊，这几句话要说一说。故知念佛法门，是真实不坏之法宝啊！念佛法门。真实能消除我们续世现前的业障，关键呢，还是你会不会念？在这一句，会念真有效果，不会念的是把你念佛功德破坏了。不是别人破坏的，是你自己破坏的。这要记住，会念者真诚恭敬，没有真诚恭敬，你佛号里头有怀疑，有夹杂，这就是把念佛的功德破坏。啊，与大师智菩萨所说的不相应。菩萨告诉我们都摄六根，这一句没做到。净念相即，净念没做到，顶多你做到相即。啊，一句接一句，这个你能做到。啊，一天十万声佛号不间断，做到了。啊，但是净念没做到，都摄六根没做到。啊，为什么有人念佛灵，有人念佛不灵？关键在此地啊！地藏经上跟我们举的例子，婆罗门女念佛很灵啊，
光目女念佛也很灵啊。什么原因？你要搞清楚。至诚恭敬啊，至诚恭敬不是说在念佛这个时候我要至诚恭敬，不念佛心就散乱了，这个你的功夫不到家。念佛说勉强做也做不出来啊，全都是在日用平常练出来的。日常生活当中，以真诚恭敬心对自己，这头一个，对自己没有真诚恭敬，对人就更不必说了，啊。所以我们讲自爱啊，人自爱才懂得爱人，人不自爱他怎么会爱人？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真正自爱的人，这个人一生当中决定能往生，决定能成佛啊。自爱，爱什么？爱自己的性德。爱自己的灵性。不断向上提升。啊，爱自己的智慧，爱自己的德行，爱自己的向好，这是真爱啊！啊，然后你才能爱人啊，爱人如己啊，爱过如家了。这个爱才能够扩充，才能够广大啊！你要是没有，你拿什么扩充？拿什么广推广啊？结果搞颠倒了，都是自私自利，都是名闻利养。此念佛妙法，心作心事，全心起修，全修在心。这四句不可思议。念佛这个法妙，妙在哪里？都是大乘经教里佛所说的话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一切众生心本来是佛。现在迷了，变成凡夫了，可是凡夫今天觉悟了，他又要发心作佛了。念佛就是作佛，为什么？世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念佛不就是心里想佛吗？
念阿弥陀佛就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出现了。出现在哪里？出现在身体这个形象上。诸位要记住啊，相随心转啊，什么是阿弥陀佛？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是阿弥陀佛。这一句阿弥陀佛，让我们全心全身显现出四十八愿，你当下的身心就是阿弥陀佛的真身。阿弥陀佛在你身心就显现出来了。所以中峰禅师在系念法师上说，我心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此方即净土，净土即此法，就是这个意思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这就是祖师大德常讲的，你会吗？啊，你会念吗？全心细修。心是性德了，圆满的性德，在一句名号上，圆满的显示出来。无情无欲，这就是平常讲的相应的意思。这一句佛号就是圆满的自信，圆满的自信就在这一句佛号当中，全修在心，性修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性是理呀，修是事啊，理事不二啊。啊，性是体，修是相。性相一如啊，性中有相，
相中有性，啊，性相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能够做如是观，观就是修。烦恼习气自然就淡化了，天天淡化，年年淡化，不知不觉的你就提升了。啊，不定在什么因缘触动之下，你就彻悟了。自性其念，欢念自性。一佛果觉作我因心，令我故令因心顿通果觉。这几句话不多，把念佛的原理讲透了。啊，自心其念，这个心是真心，不是妄心。真心起念，跟弥陀的果德相应啊！果德简单而具体的就是48愿啊，还念自性呐、啊，把阿弥陀佛48愿。变成自己的48愿，把佛设的无量寿经变成自信流露出来的无量寿经。用阿弥陀佛无界修行的果德成就极乐世界，成就十方刹土，无量无边的众生圆成佛道啊，这个功德有多大？啊，今天我们以这个果据作为我们的因地心，所以因果是一，不是二。啊，故令因心顿通佛果据。因果不二啊，因果同时啊，佛法里面表法的花用莲花，不分宗派，不分显密，也不分大乘小乘，
全都用莲花表法。莲花代表什么？代表因果报尔。在一切植物当中，花卉当中，只有莲花这个现象非常圆满。你看莲花开，莲子就在其中，花是因，莲子是果，花果同时。取这个意思，住于念佛了，心印不坏，功德之宝正是此心。这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字叫住，佛要住在心中，安住在心中，你心里头没有杂念，只有佛，除佛之外什么都没有。念从心起，身从口出，再从耳听进去。古无大德教我们念佛摄心的方法，佛号从心生，口里念出去，耳朵再听回去，再回归到心。这个心印与心德相应，心德不坏，当然心印也不坏，功德之宝正是此心。这个心不生不灭，清净具足一切，不动能生万法，能成就万法啊！故此心印称为宝印，弥陀大愿普度众生成佛。这一句非常重要，这是真正的大菩提心。我们有没有这个念头？是真有还是假有？普度众生成佛，弥陀大愿，弥陀弟子如果没有这一愿，跟弥陀的心就不相应了。一切诸佛
因中都发愿，四弘誓愿。第一条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度到哪里？怎么个度法？后面说了三条：自行化他，断烦恼，学法门，成佛道。自他不二。弥陀这一句说到基础了，普度众生成佛，当然自己先要成佛，自己不成佛，你就不能够普度众生成佛。净宗法门，我自己怎样成佛？念佛成佛，行吗？行。有什么凭据？佛说过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的心想就是阿弥陀佛。成佛呢？成佛就是成阿弥陀佛。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我心有阿弥陀佛，就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融成一体。十方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那些菩萨们，跟阿弥陀佛也是同一个愿，普度众生成佛。都跟阿弥陀佛成为一体了，与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。弥陀法身，遍法界虚空界，报身应身，一佛如是啊。无比的殊胜庄严，为见此大愿，故大开法藏，广施无尽功德，所言无上之宝。为了实践这一愿，所以大开法藏，广施没有条件的，没有特定对象的。一切众生啊，无尽所言无上之宝，这是指大乘经教啊。学佛的同学都知道，
大乘经教里头，无上的法宝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妙法莲华经，都知道啊。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，国家护法啊，帝王大臣都是佛门子弟啊，弘护正法。大小臣十个宗派在那个时候成立了，无比的殊胜庄严。啊，祖师大德们，我们相信那是再来人，不是凡夫啊！知道我们后人对于这些经典会有疑惑，会有分别，会有执着，这对修学会产生障碍啊！他们预先给我们做了准备了，这一切经教当中哪个是第一啊？先把第一选出来，一乘经比大乘还高啊，法华经上说的如来出世唯说一乘法，无二也无三，除佛方便说。这几句话很重要啊！一乘法，祖师大德们公认的只有三部经，一乘法。第一个是华严，第二个是法华，第三个是梵网。梵网经没传到中国来啊，华严法华传来了，梵网经只传来一品，这个经的分量很大啊。菩萨戒经这一品传过来了啊，梵王菩萨戒经，一乘是讲成佛的，大乘是讲成菩萨的啊，不是最高的，一乘是最高的。那么法华华严到最后呢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道归极乐，让我们在这些经论当中认识了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大乘的最上啊，无上之宝啊，就是智的。无量寿经啊，所以他这个后头一句，即此信愿持名之真实法宝，这就指的这部经啊。
不仅是释迦牟尼佛劝我们要信啊，十方诸佛如来异口同声劝导我们信愿持名，这是所有经论里头你找不到的，只有这个经里头有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经是无上至宝，真实法宝啊！助于念佛者心应不坏啊，是为一大藏教之眼目，啊，我们持名不生效果，是对这个经没有认识，啊，不知道。他是诸佛如来大开法藏广施无尽功德里头无上之宝，不知道 啊所以这部经看清啊，念佛这个法门呢也看清了啊，念佛人表现不当，让社会大众产生了很重的误会。哎，你们念佛念没效果吗？一般大众对经教没研究啊。全靠净宗的弟子，特别是出家弟子，你表现出一个好样子来给人家看，让人家看到了，真佩服你，真尊重你，真赞叹你，真心想跟你学习。这才是弥陀弟子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很惭愧。没有尽到责任，对经教学习不利，这是真。佛法衰微到基础，善知识没有。真真实实，一代不如一代。啊，所以给社会大众造成严重的误会。持名念佛时，即是心印放光时，我们持名念佛
心印有没有放光？如果心印放光，肯定就有摄受众生的力量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心印不放光？我们念佛不是真心。真心念佛，自然就放光了。也有真心念佛的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听到了，深深的受着感动。那就是他放光的力量、能量啊，让见到、听到的时候，他有感动。没有别的，用真心呢、故云：一声佛号啊！一身心就是心光。深深佛号，深深心。这是自性光明。普照故大寂静言：若人但念阿弥陀，是即无上深妙禅也。这一句话是世尊在大寂经上讲。那么诸位就要细心去参究，念佛不如禅吗？诸位好好想一想。佛的法运12000年，从佛灭度开始算起，第一个1000年正法时期，人根醇厚，持戒就能成就。依着戒律修行，就能证阿罗汉果。到第二个1000年，人的根性慢慢就淡钝了，持戒不能成就。要求禅定，这相法时期就相似，没有以前那么真了。借禅定成就，佛法传到中国，正是相法的开端。佛灭度后1000年吗？第二个1000年，佛法传到中国来了，所以中国的禅宗特别兴旺。这《大寂经》上说的，释迦牟尼佛的预言，
兑现，修禅定能开悟，能证果。再过一千年，三千年之后，入末法时期了。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，而且末法呢？末法一万年，已经过了一千年了。人的根性越来越钝，修禅不能成就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念佛。末法一万年，念佛成就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这个时代的人，戒不能成就，禅不能成就，念佛能成就，这就像害病一样。正法时期的人病很轻，戒律一治他就好了。相法时期的人害的病就严重了。戒律这个药没效了，用禅定这副药行，能帮助他。末法时期病入膏肓了，没救了。戒律的法、禅定的法都不行，念佛能救，你说哪一副药厉害？还是念佛啊？念佛才是无上的妙宝啊！能救末法众生。那是相法正法遇到的时候，他能不成就吗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劝导他的父王。佛为父王说什么法？说念佛法门。那正法时期啊，佛在世啊，他不教他别的，对他父亲教念佛法门，求生净土啊。我们要细心冷静的观察，才知道这个法门超胜一切法门。无量无尽法门当中，他排名是第一了。因此，乾隆年间，慈云灌顶法师在《观无量寿佛经注解》上他说的，我们如果遇到大灾大难，所有经教法门都救不了了，都没有效果了。最后还有一门，决定得救。这一门是什么？老实念佛。这一句六字洪名，能普度一切灾厄吧。比什么样的金蝉佛事效果都殊胜呢？
啊，可惜，宣扬不力，社会大众知道的人很少。啊，他们遇到灾难，去拜忏，啊，拜梁皇忏，拜水陆忏，水陆大会。灌顶法师告诉我们，如果这些忏意都收不到效果了，念佛能收到效果。所以我们才知道啊，中峰禅师他编辑的三十系念法师，那是什么用意？所有忏意的效果都失掉效果了，这个东西是念佛。以弥陀经，以一句佛号为主啊。啊，所以这句佛号啊，用禅来说，说无上生妙禅。于上之余，若能行受。啊，这念老的话说了，你要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即是蒙佛深恩，佛的恩惠你得到了，为我开智慧之眼，得光明之身也。这个事情不是将来，不是到极乐世界，现前就得到啊！啊，智慧眼再不会迷惑了，光明身的什么灾难的时候你都遇不到。上心印之语，亦即是如来心心相印之言。就这前面说的很多，我们念这句佛号，就是跟阿弥陀佛心心相印。那诸足一心传心之心。闻此宝印，焚身难保啊！啊，那么诸佛如来足四大德，要不要你报恩？不需要。诸佛如来足四大德跟佛是同一个心愿，普度众生。成佛，我们要真愿意老实念佛，这一生决定往生，往生决定成佛，这叫真正报佛恩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这一生不能往生，你就辜负佛祖的恩德。这个认知得来不容易啊，一定要珍惜，要正感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。